是的，是。这个没问题。给点钱吧，把这几个都拿了。战斗学院这么多，给个学院转，我可以玩。给个圣盾吧，给个圣盾。刚过口，让我妹呀！时机到了。哎，这蓝枪不要了，拿两个好的。我的跳蚤吗？引线在燃烧。嗯，有点自降战力是不是？不重要。我这妖德尔人我必须得吃，不吃我就没有战力，我只有把它吃了我才能有战力，一胜一败就一胜一败，我无所谓。我这妖德尔人我必须得把它吃了，他给我什么都行。机器人闪现在哪儿行动？上小炮啊，上小炮跟上炸弹人其实区别不太大，这么地儿上啥都行，不重要。上炸弹人能赢的局儿，上小炮也能赢，不重要。
们要是能拿全套就拿全套，省着那个进没有水银它会比较尴尬。我就想让你的全套合个水银，怎么就这么费劲？给我整个法衣出来。哎呀，经过我的计算，看来大头儿子不是很想走，那也得走。谢谢大根之皮燕子，我跟你们说啊，即使你是连败或者是一胜一败，这妖德尔人你也得吃，你妖德尔人吃了他经济他就不会差，这是我的这个前车之鉴，我就这么跟你们说，爱信不信，给个魔看可以，来把攻速，天价不灵。齐活擦狂徒，量不好，不出点啥好玩了，多给俩炸弹人把它一合，合个二星，现在这就能稳血了，这就要不然就只能连败。我就不升了，这把我们就走连败了。为啥不碰碰他呢？碰碰他，这不就赢了吗？或
或者碰碰他，这不都行吗？别碰这个就行。操！这玩意儿整二星艾克，谁能赢？谁能赢？还带本鬼星，输的得老惨了。让我装备给小炮，没啥区别呀。在哪儿行动？凌驾一切的战力。确实是没什么区别。火速出击。一样的，我给他给炸弹人那没啥区别，区别不大，伤害都一样。你不信我？区别大了，行，我那我上还不行吗？赢了，那你得看打谁呀？你赢不赢，这得看打谁。你要打他，肯定呢，赢的概率大点，他质量不好啊。上波，你说那二星艾克，你说上啥能赢？打他我估计赢不了，谁？我这主 C 都没二星，全一星。还是让人打成这样，有啥区别？没有区别。哎呦我操！这个劲不要上当，兄弟们，这个劲我们不要。这把大剑劲有没有？它都一样，不重要。我装备合了，我要没合，我可以给他拿。合了我们不要，哎，不重要。我绝不上当，我就拿黄图。我得先要个前排装备。在哪儿行动？派我去那里吧。我建议滑着走。50滴血拉人口，要不然死定了。上子量，保血量啊！
现在燃烧，引线在燃烧。嗯，不让我好好玩啊。给点全牌装备，给个冰心儿。我就是觉得这个是办公的。我操！我会粉碎他们。名流卡莎，差个春哥，差个大剑子。春哥也不是那么特别重要。转啥呀？那不转了，不转了。但是我们可以那啥啊，我们可以先用着，我们可以不转，我们可以先用着。玩的还是狠，先用着他拉到八，下轮选秀回来，我们直接拉八开始地白，把这几个卖了。这个赛恩可以，我正好有个魔抗，出发吧！
出发吧。他们被我瞄准了。最好的防守是我。完了，操他妈还有机器人，给我勾勾了呀。这人上错了，哎，勾的好。胜利浸透了血液，上错赛人了，给个二星嘛。圣盾，我需要屠戮，这就可以了。宝石用不上啊，宝石得换分女儿啊。哇，这么离谱吗？啊，我被暴杀啊，这么离谱吗？给我暴杀，我操，我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吗？兄弟有点太猛了吧，这是什么什么东西啊？刚才这是没让我动，浸透了血液，太娇气。锐利的剑，锐利的眼，我可以闻到你身上的死亡气息。我们走。没提升。这把算是够呛，谁也打不过呀。他们也许有重要的事，但你们有我。这么惨吗？啊啊啊！二星维克托，二星卡莎，阿卡丽，一星卡莎。离谱啊。我也就能欺负欺负这挑战者了，真的。别人咱是欺负不了，也就能欺负欺负这挑战者。带
尽力了，兄弟们。如果这要是打不赢，也没办法了。布隆贴个脚吧，他们家可能有刺客。哎，我还好，这阿卡丽让我进一枪狙了，要不然我死了。还好，没什么要的，战斗转。战斗转给发条吗？这最起码咱得有点伤害呀，这发条啊，没有一点虚区啊，现在这靠几个劲，这不行。上波打完了，这波应该不能再打了。这还是靠左边吧，布隆往左边靠。分女儿，给我来起来！你给我死！他圣谷地要有梦想，拿个劲。换个位置，哎呀，自盲，你死不死？你不死？他没死。他打谁呀？哎呀，很惊险啊，很惊险。这边应该打他了吧？要么就打那家近，胜利浸透了血液。给发条吧，给发条增加点那个护盾模式。
打这俩，他有石亭啊！我操！完了，他换位置有石亭，我这够呛了。哎呀，还好我这前排够右啊！赛人，漂亮赛人，漂亮赛人，漂亮！我们打死了。风啊，带我一程吧。随便吧，给你赢了，不重要。给你赢了，第二名结账了。十分，我还是低估了你的实力了，你还，哼，哎。死定了，没个托打不过。哇，这没个托技能放这老些呀、啊？哎，他不一定啊，那他好像打不过我。我的三人只要再顶住一轮，我感觉就有机会。能打动吗？这女人打不动了。哎，赢了，没关系。啊！谢谢樱花落下的飞机，谢谢潘宁旺的钻石粉丝，我们是大师。动画呢？动画效果呢？我那个 QQQ 擦，坏了，兄弟们。我点了低配机器适应模式，没有那个精彩的动画。截个图，截什么图？一个云顶之弈大师还用截个图？截什么图？谢谢小欧，就是我。